孩子的奥利奥，学会开放平台开发，躺着就把钱挣了。大家好，上一节课我们完成了周公解梦的几个页面，这一节课我们将完善 P2P 以及数据库的操作代码。那么首先是我们应用的主入口，我们上一节课写的这些分类是用 HTML 代码来占位，来显示操作它的效果。那么现在我们就用 P2P 连接数据库，然后把分类便利出来。那么这节课我们连接数据库有一个新的连接文件，打开这个连接文件，到了link 等于 mysqconect， 然后主机 lcl localhost， 用户名 root，密码12345 6，我们先简单连接一下，因为到最后我们还要换成百度的云数据库连接。那么判断一下，如果 link else，然后输出一个提示语句，数据库连接失败，如果正确我们选择一下库 mysqlect db。 那么我们的库是什么？现在我们数据还没有导入数据库。那么我们打开 lcl localhost 点 php admin lcl host php。 那么这是我们数据库，那么我们先建一个库CRETEDATABASE， 那么就叫梦，然后执行，建好了，刷新一下，然后选择梦，然后导入，选择文件，那是这是我们数据库的文件，执行。那么我们看一下这个数据库的文件包含了三张表，那第一张表这梦，那么它就包含了梦境的分类以及梦见什么，那最后是梦见什么的解释。然后第二张表我的梦，那么这一个主要是存用户查询之后，然后把他查询的梦境给存储里面，如果他下次再登录，那么就会有一个历史查询。那么历史查询我们要写的是哪天做了什么梦，或者是查询了什么梦。那最后一张表是一个用户表，那么用户表就是存登录用户的用户信息的。数据库我们导入完了，然后继续写一下连接文件。那么是梦，然后我们还要设一下 set chr
查塞特 UTF-8。 好了，我们的数据库连接文件已经写完了，然后我们再打开我们的主入口文件，把数据库连接文件包含进来。那我直接写到这里了，INCLUDE CONNECT 点 PHP 包含进来。我们首先要准备一条 SQL 语句，到了符 SQL 等于 SELECT 查询，我们看一下这表的字段名，没有 group。那么这个是group， 那加上这个反引号，防止与系统关键字重复 ，frm from， 然后哪张表 ，DREM。查询这一个，那外有条件就不用加了。那么首先我们执行一下 RES 等于 MySQL QUERY SQL， 我们看一下结果执行成功没有。RES， 我们看一下 LCL SOST DREM 啊，资源类型已经执行成功了。那么执行成功了，我们继续写。然后如果我们把所有分类后面加一个当前分类下有多少一个梦境输出一下。另外这里是有问题的，什么问题？大家看一下我们的表浏览，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个 group 这个分类下面自然类自然类自然类有很多重复的，这样我们的查询会查询一些重复的结果，我们只要一个。那这时候怎么办？在 MySQL 里有一个函数，就是说重复的只显示一个。那么这个 SDISTINCT 那么就是这个函数，然后我们循环一下，while WLE while 的循环结构，我们再命名函数，到了符 RES1 等于 MySQL FETCH ASSOC 它的结果 RES， 当它为真的时候，那么我们要查询一下每个字段分类它出现的次数，再准备一套语句SQL1
等于 S E L E C T C O U N count 星号 as C O U N T count from D R E A M W H E R E where Z R O U P 等于给他个空间，大了符 R E S 一里面有一个 Z R O U P， 我们输出一下 V R D U M P， 大了符 S Q L E， 看看的结果。有个警告，然后第25行我们看一下啊，这里加上翻译号，好像没问题了。然后我们再执行一下刀乐符 RES2， 我执行一下 MySQQUERY SQL 一，啊，再输出一下 DUMP， 好像也没问题。然后我们给个 DATA 等于 MySQFETCHASSOC， 把结果给一个索引数组 RES2， 然后计算一下它的最大值 TUTAL 到了 DATA， COUNT 看一下结果，一串数字，那么说明没问题。然后这时候我们就要把下面的都删掉，留一行，放到这里，ECHO echo 一下，然后它的类型
刀乐福 RESE 里面的 ZROUP，然后再输出一下它的个数，刀乐福。刀乐福 TOTAL，把它删掉，刷新一下。第32行，双引号里边有双引号，这是个错误。那么大家看见了，自然类、建筑类、物品类、爱情类、生活类、人物类、鬼神类、植物类、动物类、身体类，然后后面是它的个数。但是发现这个个数没有直接在后面，而到下面来了，说明它的宽度小了。那怎么办？有两种办法，第一种把它换成三行，那第二种四行。但是我们预计了一下，四行要超出范围，那么给它换成三行。那么这时候我们需要打开我们的环境，找到 CSS 文件，环境。Dream CSS 文件，设置一下它的宽度 CUN，三行，120像素，我们看一下怎么样。还远一点。110像素，110就不行了。115像素，这样好像是排下了，但是说不是很美观。那加这个字数，这块太挤了。那么我们怎么办？看一下，F 的变成160，120。这样好像稍好一下，那这样我们暂时这样。那这个页面我们下边的梦境的分类已经写完了。那么还有一个提交表单，我们看一下，提交到 research 啊 search。那么提交到 search，我们就写一下搜索的处理结果。那么这个页面我们可以先扔到这，我们先把这些关掉。search 点 php，那么这里我们要处理一下搜索结果。那么这个我们直接从最上面处理一下。首先从上面把连接文件包含进来，include。CONNECT 点 PHP，那么包含进来，然后搜索的结果
是 post 过来的。我们判断一下，如果is set 设置了dollar符下划线 post， 那么我们继续执行啊， dollar符 keyword 等于dollar符下划线 post keyword。然后我们要查询数据库，那同样我们这些结果先放在这儿，我们搜的结果 PHP 先准备一条语句 circuit 等于 select，然后我们要查询什么东西，看一下，要查到它的组标题 detail， 浏览一下，还有解释，那么就这么多。我们看一下都有哪些字段，group group 逗号 title 逗号 detail detail frm dream， 然后用什么条件，比如说我们用户提交过来一个关键字搜索结果，那么我们只需要用这个条件来搜索 title 标签 title 字段，那么得到一个结果。但是用户不可能每次都输入的一个字不差，那么我们只能用 like 来模糊查询一下。那就 WHERE TITLE LIKE， 然后前后都有可能，比如说他可能输入第一个字，我们要给他匹配上第二个字，或者他输入第二个字，我们匹配第三个啊第一个字啊，这样就行了。那么我们输入的是 KWORD。那么这是 SQL 语句，然后我们执行一下，结果等于 MySQL QUERY， 打印一下 DUMP 到时候 RES，比如说我搜一个人，查询出来一个结果，但是结果是什么我们看不到。那继续写一下，判断一下，如果也不用判断，直接输出就好了。我们算一下影响行数 ROWS MySQL NUMROWS，然后再判断，如果 ROWS 影响行数它
为零就说明没查到。那么我们提示一个信息，用单引号，未查询到您输入的梦境，如果影响行数不等于零，就说明它查询到了结果。那么我们只需要循环编例一下，while 给它 result 等于 mysql fetch assoc res。 那么这里我们就可以输出了啊，输出class 等于 DREM 那么首先要输出它的 group， 连接 result 里面有个 group group， 还是把它括起来，说 group， 然后再输一下查询的东西，到了 result title， 完了把下面的都删除。我们看一下，第35行这里拉个分号，但是搜出来这么多，那都是包含人的。那么到这里我们需要什么？我们需要把它分页啊，现在已经显示不下了，然后还要单击这一个，单击每一条再进去啊，进去干什么？进去显示梦境的内容。那么我们在本页再查询一个，那么这个就没问题，这个能显示下。那么分页，那么我会给大家一个专门的分页类，那么直接我们调用一下就可以了。然后我们需要加入个连接，那么加入个连接怎么加入？那么加入一个 A 标签就可以了， A 标签href 等于我们的内容页，我们看一下 res.php，
当前目录下的 res.php 用单引号。当然我们这样过去肯定不行，因为什么？因为跳转过去不知道我们是单击哪一个，所以说我们还要传过去个参数。那么传过去什么最合适？那一般来说传过去一个 ID， 当然 ID 我没有查出来，那么这填上 ID， 然后给它个参数 ID 等于到了符 RESULT 里面有个 ID， 我们看一下，来跳转过来了，跳转过来了。那么这一个，然后我们还需要一个分页，那分页我们等等再写，我们先把搜索结果页的给写出来 RES。 那么同样我先需要把数据库连接文件包含进来，INCLUDE CONECT， 啊，包含文件。当然刚才我们传过来的参数是通过 URL 传过来的，那么我们要得到这个 ID， 那么很简单，我们只需要 get 一下ID， 然后有了这个 ID， 我们就可以从数据库中查出相关 ID 对应的内容。那么我们查一下，那么这里只有啊下面的还没写，那么我们先简单写一下，输入下面，在这里我们先不给它加样式，我们先准备查询数据库 select 查询什么，我们看一下数据库里，我们只需要查询出啊，还是这几个条件啊 ，group 那 title 加上 detail， 啊，是这几个对 ，detail，title，group。然后 FOMDREAM dream， 然后 where 什么 ID 等于我们的 $ID， 那 $ID 就在这里，然后我们要执行一下这个语句，RES 等于 MySQLQUERY 大括弧 SQL， 完了大括弧 ROWS 等于 MySQLNUMROWS， 看一下它的影响行数 RES。啊，如果到了符 RES， 它要等于零，那么这里肯定是查询错误的，肯定是查询错误的。
那么我们也可以给一个提示信息。那么，让他请重新查询，重新查询。E E L S E， 那么如果不等于零，那么就成功了。那么成功之后，我们只需要 RESULT， 结果等于 ASS SQ FETCH ASSOC $RES。这个我们就不需要循环了，因为它查询出来的根据 ID 肯定就是一条。然后我们输出一下，输出 $RESULT， 然后它里面的有一个 DETAIL， 我们看一下，请重新查询啊，没有连接上数据库，我们看我们落下什么了，后缀名没有，不行。那结果出来了，梦见和男友吵架，怎么着怎么着怎么着，那为什么这里会有个这个呢？保存 F。那这一个就查验出结果，当然现在我们的样式没有写，那么把样式给补充上 ，CLSS 等于我们看一下，应该和分类。搜索结果 search res 这一部分应该是一样的，我们复制过来，保存，来看一下，这里有问题，改一下样式。样式文件我们关掉了，找 search 宽度太宽了，320 F pandi top。Float right， MARZINIGHT 40像素，F 这个没有问题了。
然后我们上面再一个提示信息，梦见了什么？当然，这个信息我们放到这里就行，放到结果里。那这就不是搜索结果了，那这是什么？根据查询出的东西 ，RESULT， 连接符，我们看一下 TITLE， 那首先还是 ZROUP， 同样把它括起来。然后再连接，再括起来 ，RESULT 里边有个 TITLE， 然后下面再输出。HRWYDTH 300像素，我看一下，刷新。第32行右哪缺少分号或者逗号？这里没改成单引号。爱情类，完了，男友、男朋友，完了，梦见和男友吵架，预示着感情很甜蜜，那这一个。然后结果我看顶上写，那么我们通常喜欢一个中文的排版，我们看一下怎么排一下。那么就是给他个样式。class 等于 res 等于 res 结果字体，res found。首先 ，text，inden， 20像素 ，color 等于 color 的颜色，井号777。我看一下，但是如果大家感觉颜色淡，那么可以再换一下。这个不要也可以。那我们这一页试一下，男人，人物类男人。那这个我们查询结果又做出来了。
那么我们还缺少什么？还缺少这一个分页，是吧？每页我们要求它显示多少？如果超出的，就会自动分页。啊，比如说这样的，那肯定不行。那么好了，由于时间关系，那么下一节课我们再继续写我们的应用。好了，谢谢大家。人生自古谁无死，来生再学 PAP。生当作人杰，死亦学 PAP。垂死病重惊坐起，今天还要学 PAP。少壮不学 PAP，老大徒伤悲。洛阳亲友如相问，就说我在学 PHP。春眠不觉晓，处处学 PHP。在听愿做比翼鸟，在地愿学吸收 PHP。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正在学 PHP。